好。来，妹妹拿去。我要跟姐姐睡一起。那你要跟我睡的，今晚你要睡哪里？我要睡这里，我要睡这里。那我要睡这里。不能，你睡那个，那可能这一个床只能睡两个，一窝容不下三鸟。什么三鸟？那一窝只有一鸟而已啊，对不对？一窝容不下二虎啊。床容不下三个人，很苦啊，我不吃花的。哎，哇，龙进宅了。来，妹，快出来！来，妹，快出来！等一下，姐姐的蜗牛行李箱。我还在录哎。啊，是吧？对呀、啊。我去睡一下了，太累了。我懂白白的感受了。我来救你了，白妹。我有送妈妈，这么好。然后有床位，也有负责妈妈。这里有一个化妆台，现在马上拿。往这边的话会是厕所和门口。好，我的介绍就到此结束，谢谢收看。厕所还没解释啊。我是琳琳，那我们现在在吃晚餐嘛，那我来讲给我今天早上发生的故事。运动场外面就有一台那个侦测人体温度的电脑，结果呢，我确认后面没有人之后嘛，我就看了看电脑，我侦测不出来，每次都一样，虽然他讨厌我了。结果我后面突然出现一个会动的东西，我看到的电脑显示我后面有物体，就惨了，那个人要住院了，39.9度，他就39.9度，然后他就在高温的红色在那边跑，里面有鸡米花呢，跑来跑去，跑来跑去，然后呢，我吓死，我就往后面看，没人，那个人会不会是你？不是，可是你没有动，对不对？你没有跑。对，我没有动，我完全没动。后面就有39.9在那跑。